大家，其实我不是一个这么感性的人，尤其是面对即将要分离的时刻，因为我相信只要有缘分，我们会在某时某刻某个角落再次相遇，说不定那是骗人的，因为说真的我只有特性，让我明白。可是我们导演让这一切发生，非常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将不可能化成可能，一起见证奇迹的发生吧。